今天好像刚好也是这个发型的剧组也会发出消息，然后也是刚好第一次跟大家在活动当中见面。全白套装、罩衫、式外套，成神林依晨总算能以新造型短发亮相。原来为了暌违12年回归的台剧，减去20公分头发。小三他那个，我觉得他身处的位置有点微妙，第一次尝试这么锐利的直面人性的一个角色。剧中横刀夺爱徐伟宁情人贺军翔三人大谈横跨10多年的三角爱恋啊，十八年前我们合作的爱情合约，就觉得有一点那个熟悉的感觉和味道。与贺军翔演出亲密戏，林依晨产后复工，剧中是职业妇女还学抽烟，这些事情还是要练，有小朋友，所以有时候真的还蛮尴尬，想办法洗去自己手里啊、嘴里、身上的烟味。林依晨说，有机会还想再挑战演男性角色。另外，隋唐新戏也陷入爱恨纠葛。我们会住在这边，是因为你欠钱哦。万一被发现、被知道了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犀利人妻后相隔13年，隋唐、温升豪再成夫妻，从平凡家庭跻身上流，卷入斗争。剧中对孩子青春期行为很焦虑，比较沉重一点的是有一种未知的恐惧，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，很坦白的、很坦诚的让孩子去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。私下则分享丈夫出差，儿子去新加坡玩，享受未单身生活，让我乐得轻松了一点。其实突然当时单身，真的不知道该安排什么。目前往返台北、台东拍戏，隋唐说接下来更多作品要跟大家碰面。TVBS 的新闻张敏如、洪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